Hello， 小朋友们好。今天呢，熊大、熊二和奥特曼要把这座山铲平，然后呢，做一座大厦。建一座大厦。对，建一座大厦。哇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这大山能这么容易就给铲平吗？那需要车是吧？车就快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。奥特曼用戳子把上面的杂草铲起来。奥特曼用什么呀？铲子。哇，用铲子。熊大和熊二呢？熊二用这个拉土车，然后呢，熊大用推土机。铲车、推土机，他们呀开着车准备来运。我来代表奥特曼吧。好。然后你来代表熊大、熊二。哇，这么快，一车就快满喽。我们的熊大说：“我要加油喽，我们要把这个山给移走。”咔咔咔！哇。哇，一车满了，我要开着走啦。熊二要开着车走喽，嘟嘟嘟嘟。哈哈，我又回来了。熊大呢，接着在这挖。哎呀，哇塞，这挖到了什么东西呀？天哪，怎么挖不动了？喂，我看看，天哪，这山底下有东西呀。是不是谁藏的宝藏啊？哇，这个山底下一定有宝藏。哇塞，挖出来一个东西。看看，咱们把它打开看看。天哪，这个山底下真的有宝贝呀。这个原来是寻宝的一座山呢。是吗？看看，哦，天哪，这里有一个玩具袋，里头有一只小狗狗啊。这得在这个山底下埋了多长时间呢？看看这个可爱的小狗狗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挖好不好？是不是里面还有啊？看看奥特曼能不能挖到啊。我要挖啦。我也要挖到了。天哪，你也挖到了，那我也要去挖去咯。哇，这车满了，我先把这车运走。哇塞，这里面有个小猫。是吗？这个好像是可以带这儿的。哇，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呀。应该还可以带它脖子上的。的确可以的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是只可爱的小猫咪呀。还有紫色的。好。那我来继续挖。你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吧？我又挖到了。这个其实是你挖的，我也挖到了。又挖到一个。我也又挖到了一个。高兴哦，我又挖到一个。我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好玩的玩具。哦，是一只小浣熊，还是小松鼠呀？小浣熊也不是，和松鼠也其实也不是，是松鼠吧？是松鼠，可爱的小松鼠，你那里有什么呢？这个是一个电视机，我把这个安上。是电视机吗？这不是功夫熊猫吗？这个是电视机里面的一个功夫熊猫动画片。哇塞，我又看到了一个。哇，这里宝贝真的很多呀。哇塞，土都进蛋里边去了。咱们赶紧挖吧。功夫熊猫呀。哇塞，奥特曼很能挖，一下子就把车给装满喽。挖一块，还有没有了？我也要搞锹挖。
刚才我挖出来了一个，这个是吗？那我来给大家来猜吧。这个一车满了，哦，是可爱的米妮，可爱的米妮。你看看还有没有了？还有一个。嗯，好。再挖挖看看，没有了，把那车运走吧。嗯，哇，这山都快被咱们铲平了。哇塞！嘿，哇塞，那车怎么还没挖走啊？哇，这只小熊更漂亮啊！哦，长长的尾巴。那个才是小浣熊。小浣熊。更漂亮啊，赶紧把那车，大大的黑眼睛，好，拉走吧，你看都堆成山了。哇塞，你这么厉害呀。好，把它拉走喽。好，我又回来了，我赶紧挖吧，这些有玩具。嗯，其实不一定全是玩具，但还有一个珍珠呢。咱们的山呢，都给它已经铲平，也可以把它铺平就可以盖喽。好，下面呢咱们三尖啊都已经给它铲平了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好喽，看看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它铲平了，就差等着以后咱们再用那个推滚的那个机器把它滚平就可以了。好，嗯，好，看看我们的熊大，今天我们的熊大还有熊二，他们很能干哦，他们挖到了宝藏，还把这个山给平喽。他们用的什么工具呢？就是推土机，还有呢自卸车，还有啊，你忘了表扬我了，我为了，还有我们的奥特曼，他们是真的很能干哦，一天就把这座高高的大山给铲平了。嗯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